紧的一个功法操练，然后总共有8个动作，非常的简单易学，然后安全，所以大家都可以一起练。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教练呢，我希望大家每天，它其实花的时间不多，就6到7分钟左右这样子，大家可以每天早上可以在吃完早餐或者是中午午饭以后慢节奏的来打一遍，更加的养生吧，就不要吃完饭以后就睡觉啊这样子。